轻松，我一点都不紧张，他一定会来的，一定。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你喜不喜欢叶罗莎？我什么时候否认我喜欢他？幸福本来就不会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，要靠你的双手去争取才能拥有。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表达我的心意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你就是这么值得被珍惜。我要追求你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间10点，网红的疯狂世界 ，Sexy Look 零毛孔面膜。